一只猞猁正在寻找食物，看到野狼抓鱼得心应手，也跟着学了起来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一旁的鸳鸯看着猞猁那滑稽的姿势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现在正值冬季，漫天雪花席卷而来，动物们都在不停地忙碌奔波，为过冬做准备，猞猁也不例外。它穿越雪山，爬过树枝，来到一个湖边，从水面上泛起的波浪可以明显看出这水里有食物。猞猁悄悄地来到水边，观察着水里的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滑雪高手水獭从那高高的雪山上滑了下来，刺溜一下滑到了水边。他瞅准目标，扑通一声潜入水中，毫不费力，食物轻松到手。而旁边的野狼也嗅到了食物的味道，赶到了水边。他纵身一跳，一条大鱼也被他成功拿下。不得不说，动物们在捕捉食物方面个个都身怀绝技。水獭和野狼的成功让一旁的猞猁看到了希望，他站在水边跃跃欲试，纵身一跳，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场跳远表演呢？可惜只差那么一点点，猞猁快速地爬了起来，抖抖身上的冰水。失败的猞猁又开始重新寻找机会，这次的他来到一棵枯树下，看着目标扑通跳了下去，结果又白忙活一场，连一旁的鸳鸯都看不下去了，让他另找食物吧。不服输的猞猁为了证明自己又冒险下水，然而这一次又没能成功，看来自己真的不是捕鱼这块料，只好作罢，重新寻找目标。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，一只松鼠进入了他的视线，猞猁快速地爬到树上，将小松鼠收入囊中，全程不足3秒，看来捕捉松鼠才是自己的强项。